刚才确实是陈助理有些鲁莽行事了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不要见怪啊。这人家都说闲货的才是真正想买货的人嘛，钱总。要是我们对家园大厦有什么理解的不对的地方，其实真的应该向您多多请教呢。 冯经理，那小妹就敬您一满杯，给您赔罪了。哎呀，那我得陪你一下了。嗯，哎呀，那小郑以后咱可就没误会了啊！当然没误会了。这位秘书真是豪爽，不过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！来，那跟我喝一个。啊，好，没问题，这杯我敬您。
再见。走了啊！你怎么想？我觉得有问题。他一边说资金出了问题，急需用钱，可是，一边他又说有其他的地产公司找他，出高价，可是他不愿意卖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当然不可能了。这里面绝对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交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冯德生吃回扣？回扣是肯定要吃的，不过吃不吃到无损公司的利益，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我是觉得，家园大厦这个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公司投资，这是个问题。从表面上看，它确实是一个稳赚不赔、一本万利的项目。可是冯德生和钱总的态度，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的地方。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可能刚刚喝太多了，没关系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这个状态去搭车肯定会吐的，而且我家离这儿不远，我就自己先回去了。哎，我陪你。不用了。你是因公喝醉的，我是因公护送你回家，就当是给我个机会，让我看看你喝醉了初次丑还不行吗？怎么样？没事儿。快点！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你再这样，我下去了。哎，别闹，下坡呢，别闹了啊！到底好点没？嗯，差不多快好了吧。哎，上学那次，你是真的脚麻了吗？你还是骗我的。当然是骗你的，也就你这个书呆子最好骗。说，上学这些年，我是上了你多少当，挨了你多少骗啊？今天走那么远，脚疼吗？还好。我背你吧。上来吧，没多远了。来，别逼我抱你啊！上来啊，上来啊！身材，大象的体重，哎呦！
你要重新跟他在一起了吗？跟你没关系。这个人可以不是我，但绝对不能是他。我跟你说过，他给不了你幸福。我以为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跟谁在一起都跟你没关系。今天我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放手！放手！你放手！你没资格跟我抢他。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资格这个问题？放手！我不是你们的物品，你们想抢就可以抢的吗？你们现在终于发现，我没你们想象中过得那么好了，是吗？现在才想起来，想回到我身边，拯救我的孤单。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你们以为我一定会喜极而泣，感激你们的出现，当做以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，是吗？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的生活中不需要你们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鱼面小飞龙了，我现在只爱我自己。 只要你再星辰一天，你就永远欠曾大小姐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你就永远没有资格靠近薇薇，除非你愿意舍弃现在助理的位置。但你不要忘了，你舍弃现在总裁助理的位置，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舍弃拥有整个星辰集团。陈校长，你愿意吗？ 徐总不在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还没有开始营业呢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就跟他说两句话。对不起，徐总，他不听我的。哎，你是跟他说我不在是吗？嗯。那是你表达不准确，你应该告诉他，我根本就不想见他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徐总，我知道开阳建材曾经是嘉苑大厦的建材供应商，现在也是我们星辰集团的合作伙伴。看在现在是合作伙伴的份上，徐总能不能让我看看嘉苑大厦之前的资料？陈校长，你不用跟我打官腔，我呢？ 知道你是星辰的总裁助理，也知道玉董事长非常看重你，在他们的眼里啊，是国外回来的高材生。但你他妈的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背信弃义、披着义正言辞外衣、骨子里却肮脏不堪。
你不捡起来看一看，说不定有家院资料呢。陈校长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所遭受的待遇，不及郑威的万分之一。我说过，你给他的伤痛，你让他流过的眼泪，我会一点一点的全部还给你。这只是个开始。对不起。陈校长，我想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可以试着打听一下家院大厦的情况。什么办法？我马上就到公司了，一会儿公司见。徐总，打扰了。什么办法？实地考察，问路寻人。你要去家园大厦？没错。问谁啊？问住在家院大厦的三姑六婆。三姑六婆？他们只知道左邻右舍谁家又打孩子了，谁家又有小三了，能怎么帮助我们啊？这就是你们男人不懂的。你想想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怎么会有比左邻右舍的三姑六婆更强大的情报网呢？他们连谁家的丈夫有小三这么隐私的问题都能打听到，更别说其他的了。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呢。好啊，那你用你不浪费时间的办法，我就用我浪费时间的办法。陈助理，要是我的态度有什么让你不高兴的，你找谁啊？啊，我住这儿啊。不可能，这住户商户我全认识，我没见过你啊。什么事啊？这姑娘一直要往里冲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小姐你好，我是家院大厦的物业经理，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确实不住这儿，我今天来这儿是想来看看这儿的房子。怎么，你打算买这里的房子？对啊。这房子不好吗？哦，怎么可能不好？这里地处市中心，周围商业完善，租金便宜，旁边就是学校，多方便啊！但是我听说，家院大厦以前的地产商想要把这儿卖出去，到时候新的地产商可能会把这儿拆掉啊。这是真的吗？小姐真会说笑，这一幢赚钱的大厦，地产商怎么可能说卖就卖？再说了，就算真的要卖，谁买那都是赚便宜的事情，业主能拿到新公司的赔偿金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哦，您说的也是哈。小姐，我看你不像来买房的吧？啊？是我，王经理，王经理，您真不能上去，您先让我通报一声行吗？哎，走，王经理，走，王经理。陈助理，我没有打扰你吧？当然没有。可可，啊，去给方总倒杯茶。啊，好。方总今天来，有何指教啊？还能有什么见教啊？钱总让我问你，什么时候能够签合同？那个项目
现在在项目部进行审核，我也插不上手啊。你说该沟通也沟通了，该调查也调查了，这问题到底卡在哪儿呢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您放心，过一段时间应该可以解决的。陈助理，你知道外边现在有多少人在盯着江源大厦这块肥肉啊？要是咱们再犹豫不决的话，有可能就吃不着了。你先别着急，喝杯茶，咱们慢慢聊。行，那今儿就这么着啊。哎，老钱，你说，哎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催什么催呀？什么？不能吧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一定快刀斩乱麻，让他尽快做决定，好吧？喂，叫阿姨，叫姐姐吧。奶奶，你们是一直住在这儿吗？是啊，我们住了4年半了。那你们就是从家苑大厦刚建好的时候就搬进来了？是啊，嘟嘟就是在这儿出生的。那你们在这儿住的时候，觉得房子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，或者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住了几年，一直都是挺好的。哎，就是物业有时候有点不太负责任，一点小事儿吧，你打几个电话他才会过来。只有物业上的问题啊？我听说……哎，这位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请不要骚扰我们的业主。这算什么骚扰啊？我只是打探一下情况，想知道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，方便我买房啊。这样，我正好跟他有几句话要说，我们带孩子先到那边去玩。哦，好好好。来，小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。我不是说了很多遍吗？我到这儿想看一下房子，我问一下大家，想了解一下房子的情况吗？想买房子？我怎么觉得你这一直在打探消息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我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啊？这样吧，你跟我去趟办公室说说情况。小姐，走吧。嗯，老婆，怎么了？公司的事情刚刚忙完，让你一个人看房辛苦了。对不起，二位是？啊，这位是家苑大厦的物业经理。我们两个呢，刚刚结婚，想买一套婚房。我老婆呢，一直很喜欢家苑大厦的地理位置，现在想看看，咱们这儿还有没有南北通透的两居室啊？你们是结婚要置新房，正好我们大厦呢是有几个单位正在出售，5楼一个业主的钥匙呢是由我们来保管，你们可以先看看，参考参考。你去把钥匙拿一下。哎，二位，经理，家苑大厦的物业是开发商的物业还是外聘的物业？我们是开发商的物业，这样好，有什么问题都能及时沟通解决。要是外聘的物业，到时候出了事情，他们是两头腿。那房屋质量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们大厦用的都是品质最好的建工材料，你可以随便问问，所有用的物料都是名牌，质量你绝对放心。经理，钥匙，来这边请。啊，二位请进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这个房子是新装修，
业主刚装修完呢，因为突然决定要出国发展，所以呢委托我们物业代为出售。您看看这个客厅宽敞，采光又好，作为你们的这个婚房的客厅，应该相当不错的。您再到这边来看，厨房饭厅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。嗯，刚好我也看不懂这些，我自己去买瓶水。啊，那我去了。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，千万不能因为我们两个的疏忽坏了老板的大事。你赶紧找几个人到处去看看。好嘞。可能是对这边不熟悉，不知道二位看了这房子是否还满意、啊？你觉得呢？听老婆的。嗯，我们再考虑看看吧。这是大事，考虑考虑也是应该的。哎，这边请。嗯，走吧。慢走啊。钱总，啊，对，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的方法浪费时间吗？事实证明，你确实是在浪费时间。你这样做很笨。我是在看建材方面的问题。再说了，就算物业经理发现了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可是建材确实没有问题，而且家苑大厦的物业是开发商的，也就是说物业经理是钱总自己的人。你现在到这里贸然进行调查，你这样一个小动作会影响整个项目进行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在公司和冯德生开会，冯德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他接电话的时间点正是你到这儿的时间，也就是说这个电话很有可能是钱总打的。政委，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讲很重要，我们在没有得到确切证据的情况下，是不应该轻易引起钱总和冯德生疑心的。到底是对公司很重要，还是对你陈孝正个人很重要？
周总，陈助理，林经理他们对咱们投资嘉苑大厦这个项目非常的感兴趣，也许这就是我们和星茂的第一个合作。陈助理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的精准，不错，做得不错。这样约一下钱经理，尽快签约。哎，老冯啊，这次能出层合作，功臣啊。你怎么了？已经晚了。董事长说要尽快和钱总签约。为什么呀？事情不是还没调查清楚吗？怎么就签约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冯德生给周总打了个电话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周总就责备我，说我延误工期，耽误进度，还把这件事情捅到董事长那儿。董事长说，已经决定了。师傅怎么能这么糊涂呢？这个合同不能签。我听说嘉苑大厦是因为债权结构有问题，所以才一直找不到买主的。我们不能当这个冤大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11年的财务报表你看了没有？我看到他们那个财务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漏洞。对，年初的贷款额和年末呈报的根本就对不上。还有钱总的公司也是，拆了东墙补西墙。他们的财务上面也有问题。银行去年的借贷额度也有问题。哎，你不觉得咱俩这么对很累吗？要不然我去找你。好，那我去见你。干嘛呀？跟做贼的似的。你才做贼呢。你这，哎，郑秘书，哎，陈助理，陈助理好，嗯，你们，陈助理怎么了？你没什么，我们碰巧遇到的。哦，你们两个在聊公事啊？啊，那你们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
陈建。那个就是你住的公寓，从我这儿能看到你住的地方。可是从我住的地方，却看不到你这儿。你们高层领导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，比我们这些小员工住的地方高级多了。沪江最好的景观，应该就是这儿了吧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赶紧开始。